想起了你的感动呢，让我来看看你的脸，你的脸儿不遥远呢，好像那苹果到了秋天。我好像在哪见过你，大哥，什么年代了，整这玩意儿俗不俗啊？这么追女朋友的？不是，我真的见过你。哎，干啥玩意儿动手动脚的？你是不是叫苗洛伊？张小五的《春天》里边，你是不是演安宁？啊，这样都被你看出来了。什么呀？这还用看出来？你看我是谁？我叶子。叶子。安妮。其实，在戏里呢，我就一直喜欢你。可是导演一直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对呀、啊，就因为这样，我跟导演都闹崩了，真的。真没想到我们俩能在这儿结缘，感谢卫视，当年卫视。感谢明星站起来。安妮。叶子。安妮。叶子。认识你是我的缘分，见到你让我有了更大的勇气活着。走，我带你进洞，我们看世界杯呀、啊！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各位嘉宾转星，谢谢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快乐拍档，对，到最后谁是全场最佳搭档，要由我们现场的观众说了算，我们就听听他们的掌声和尖叫声，看谁的分贝大，谁就是最佳拍档。我们这样，首先，才反应过来，白加这出了。哎呀，首先你还是首先吧。来，孙丽蓉、立威连一组。哇！今天人气很高啊！对啊，丽蓉姐很可爱。蔡维丽、小磊，哇哦！哎呦，不相上下呀！啊，要换一下，这玩意儿还在换的呀！来，接下来大志、苗苗，哇哦！看来通过他们的表现，今天也征服了很多现场的观众。哎，最佳拍档到底花落谁家？一起来看看杨光明夫妇。还有一组原配。哇哦！怎么样？坏了，我耳朵好像听着是一个声，你呢？就感觉好像大家都支持率差不多啊。对。那就只能最后宣布他们平分秋色，共同获得最佳拍档。哇哦！恭喜每一组。那么感谢所有的明星之星在我们今天这么精彩的节目，这么多的欢歌笑语。最后的时间，我们希望明星和转星共同搭档为我们带来一段二人转小帽双回门，来有请他们。有请。